姐贵姓？我姓于。于大姐，哎，顺哥。他哦，一马立定了。啊，本里的里长有。哇，立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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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乡亲，晚安，大家好。哦。这个快乐的里长，哦，快乐的这个咱的里来。要点什么歌，跟大家分享。因为哦，我历来吼，哎，工作足济吼，啊，我吼每天吼拢是来阮工作讲啊，吼，是我今日点播，是苦工作还是工作？工作，因为哦，我今日点播歌，啥那要点播歌？你是要俾我徛起，俾我看后边，对不对？不，你若要徛起，我画一个，我到你斗阵起来。安尼好，无人睇啊。好。啊，今日安怎？哎，难得吼，因为哦。就是用宝贝吼，这两字吼，啊，就来祈求吼，工作吼，祝福咱里面哦，身体健康，幸福快乐，然后大家拢欢欢喜喜，吃百里。用宝贝去收瓜啦！来来来，宝贝宝贝来，宝贝来祝福大家。好，那我来取。是是是，不然你已经讲出来，你这段一定会加掉嘿。啊，我来再唱呗。哎，来再唱啊！我来宝贝唱起来。谢谢。他都听出来呢，每一杯拢是神杯，所以呢啊，咱上天的咱这工作呢，拢会给咱历来所有里面呢，保庇大家呢，出入平安，身体健康，大赚钱啊呢。嗯，谢谢里长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